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。特斯拉墨西哥厂即将动工，计划是要生产两款的平价车型，分别是 Model 2跟 Model Q。更多详细的资讯，让我们连线我们的 AI 主播 Ada。Ada 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 Ada。日前，墨西哥新莱昂州州长塞普维达指出，特斯拉在墨西哥的超级工厂即将获准，预计在2024年可以完工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这次也在股东会中表示，特斯拉将发布新一代车款，外界认为是售价 2.5 万美元的平价新车 Model 2和 Model Q， 而这两款新车预计在墨西哥厂量产，待量产顺利将引入其他超级工厂。感谢主播 Ada 的报道，更详细的资讯请持续锁定客新闻。我是 Cathy， 我们下回再会啦，拜拜。